海湾战争中的联军空军部队机群。说起1991年的海湾战争，如果说世人还承认伊拉克陆军有过局部奋战的话，那么提到伊拉克空军，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那场战争中完全是一败涂地，丝毫没有值得夸耀的之处。但是真相果真是这样吗？显而易见，大多数人对伊拉克空军在海湾战争中的了解完全来自于西方提供的资料，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伊拉克的资料流出，但是一般都认为那是对他们自己无能的辩解，不具有什么资料价值。伊拉克空军装备的米格F-25是当时飞得最快的战斗机，目前在所有伊拉克资料中争议最小的是战争第一天由伊拉克空军朱凯尔达乌德上尉驾驶的米格25胡服利用高速成功接近美国战斗机编队，然后使用240导弹击落了美国海军麦克尔斯科特斯贝切尔少校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的战力。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美伊双方都不承认这一战果，美国就不用说了，事关脸面不承认有情可原。至于说伊拉克，则是因为没有找到飞机残骸和飞行员，所以拒绝承认，直到朱海尔达乌德上尉亲自给萨达姆总统写了申诉信引起高层重视之后，1995年伊拉克空军才正式承认这一战绩，并向他颁发了英勇勋章和25,000美元。伊拉克空军装备的米格F-29除了朱海尔达乌德上尉的这个相对被公认的战果以外，伊拉克空军还有一些有争议的战绩，比如在同一天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的库代尔西甲部上尉在塔尔哈空军基地附近伏击了一架巨大的飞机。如果这是真的，那不但是米格29的第一个战绩，而且也是 R27 导弹的第一个战绩。但是在关于这架飞机的具体型号上一直不确定，只是根据一些非正规消息猜测，这可能是一架 B-52 轰炸机。被库代尔西甲部上尉击伤的美军 B-52 轰炸机库代尔西甲部上尉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完成攻击之后的撤退的路上，再次遇到两架低空飞行的敌机，由于在锁定过程中遭到对方的电子干扰，所以他改用 R-60M 红外制导导弹成功击伤了其中一架。2000年，根据美方的消息，库代尔西甲部上尉的第二个战果确认是一架隶属于美国空军第48战术战斗机中队的 F-111F 攻击机。伊拉克空军一共宣称在空战中击伤两架 F-111F 攻击机，不过美国一贯的态度是不承认。此外，据说胡山上尉也同样击伤过一架 F-111F 攻击机，不过相关过程不详，具体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总的说来，在当时联军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之下，伊拉克空军的失败不可避免的，但是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做出过英勇的反击。当然，由于上述内容是来自伊拉克方面的叙述，这会让很多看惯了西方宣传的人感到这是无稽之谈。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怎么知道西方没有撒谎呢？很多战果可能需要50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回头受到检验，由于美军拥有全面的资讯优势，所以很多实际情况都被掩埋在资讯的海洋中，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明的瞒报手段，可能真相还得更久时间才能水落石出。